营长去打鬼子了。宋华，咱们咋办？那我都敢听好了，鬼子的套路是先草用炮轰，都敢顶住，等敌人靠近了再打。听见没？是。准备阵脚。
死他！上！冲啊！你这时候来，不是送死吗？死了还得把你救出去啊！这辈子教你这个兄弟，没白教。鬼子想要咱们的命，没那么容易。走，走，走，走！快撤！停！
太君，亮阳生、贾夫人都在里面，一个不收啊！要放火，烧死他们！太君，这是俺祖宗赶留下的产业，不能收啊！哎，假死，你的家也不重要，消灭他们才重要。放火！啊，太君，俺觉得。 开枪把他们都打死，正好夜了白了啊！把开枪！嘿，贾先生，太君，你如果能够让他们放下武器出来，我可以不放火。 亮宫城，贾夫人，你们听好了哈，你们被包围了，别想跑啊！听俺一句劝，识时务者方为俊杰。皇军说了，只要你们投降，皇军不杀你们。 角色，可以去做，我来你。 我来问了你，俺哥呀，是啥呢？我来哦，一家子怎么的无奈？看来喽，大帅，正面就杀死喽！嘿，太君又说了，只要你们投降，保证不杀你们，否则的话，后悔都来不及啊！俗话，喊话，咋说呀？只要鬼子杀了白眼狼。 俺们带人出去投降，贾大哥，你今天要是敢投降，俺就砍了你！你敢鬼一边去！你是不是彪啊？想叛变、想投降，又等到现在啊？你敢信？喊话！外面的人给俺听好了，俺团长说了，只要你们杀了白二郎贾永贵，俺团长就带着俺们出去投降。这个兔崽子！ 太君，你可不能听他们的呀！他们这事让咱狗咬狗啊！太君，他们这么说，是希望看到咱们窝里斗，您不能上他的当啊！海城，哎，你把靠墙边的那个大米槽掀开。 快，把他抬起来！哥，这儿有个洞。那个洞，通到鬼子后边那个破房子，你安排几个人下去侦查一下。好，哎，你们几个来，进去，快点，小心着点儿。 贾先生，太君，你告诉他们，只要他们肯出来，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他们。啥？太君，这话俺不能讲啊。说，您是知道的，俺跟梁文生、贾夫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啊，俺说了，他也不会相信啊。 喂，你过来。太君，你跟他们说，我只给他们10分钟的时间。嗯，是太君。里边人都听好了，让你们放下武器投降，太君什么都答应你们。时间。 都听好了，给你们一代人的功夫考虑，一代人。
别打了，人都跑了。这白眼狼还真神机妙算啊！这是他老屋，他能不知道吗？赶紧冲，冲进去！报告，外面有白眼狼的人守着。这个白眼狼，哥，这个汉奸王八蛋，俺就赌这个白眼狼忘了这件事儿。哥，那咋弄？什么咋弄？拼了得了！行，俺先出去跟他大战300回合。你别犯毛了，没到你走到门口就被打成筛子，还300个回合。那你说咋办？总能让兄弟们在这等死吧？不是等死，是等鬼子过来送死。就是死，咱们也得拉着鬼子垫背。最后2分钟。来，两口，别到了阎王殿那儿，再说俺偷喝酒。俺不喝，喝了腿都跑不动了，到了那边没法给哥望风了。狗蛋，别瞎说，没事。龙伙计，你也喝一口吧，喝完了跟俺一起打鬼子。哥，俺想俺娘。狗蛋儿，多大岁数了啊？连大虎想媳妇都没说呢，是吧，大虎？俺娘都死了好几年了，想也白搭。你敢说你不想？俺不想。哥，难道咱们就真的这么死了？死什么？你看你那熊样，怕啥呀？别哭了，咱宁安寨的人命都长，都硬。这石黑和白眼狼还没死呢，咱死不了，放心吧。兄弟们，都别气馁，反正咱也杀了不少民团和鬼子，全当报仇了。兄弟们，俺贾府人本想带着大家伙，可老天爷不帮助咱们。但是今天在这里的都是爷们儿，都是英雄好汉。大家都记住了，不管谁能活着出去，一定要跟小日本子干到底。最后1分钟了，哥，你说几十年之后，说书的会说这一段吗？肯定的。冲啊！冲！
没事，没事，咱们俩人。走吧，司令。哥，他们人太多了，咱们赶紧撤吧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走了，走，走，走，同志们不要恋战，出动。 列祖列宗，俺回来了。亮英生下恁俺，
庄政委在不在？我们庄政委不在，和救国军的甲团长一块出去了。啊，哥，来。庄政委，咱们老祖宗讲究从一而终。俺们的身份你也了解，过去国民党跟共产党斗了这么多年。 俺们要是一下加入了你们八路，恐怕国民党那边会效仿的，你们八路军这边也会瞧不起俺们。你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回顾当初，何况今天国难当头，民族存亡，只要你一心抗日，党派、身份都不应该是障碍。张政委，如果俺们…… 要是加入了八路军，啊，俺说的是要是，你会不会把俺的救国军全部打散重新整编啊？不会，还是由你来领导指挥。哎，政委，如果俺们加入了八路，派来的政委会是你吗？八成是，也有可能不是，服从安排吧。只是我很担心呐。 你们的救国军，还有梁永生的大刀队，现在已经成为了日军的眼中钉。在目前这种敌我力量这么悬殊的情况下，啊，你们一没有坚定的后方，二没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，三也是最重要的，你们没有信息情报的来源。这就等于摸着黑跟鬼子斗，你能斗多久呢？是吧？ 在我们八路军眼里，任何一支抗日武装都是宝贝。如果由于我们的疏忽或者错漏，造成你们的损失或者被鬼子消灭，那将是咱们不可原谅的错误。哥，海成，啥事儿？哥，他找你。您是贾团长吧？俺是贾夫人。 有事儿出事儿，是，由于德州也暂时吃紧，我们长官派来增援你们的那个班又叫回去了。我们的长官叫你们自己咬咬牙撑着，等德州那边的情况缓和了再来救你们。啊？哎，师哥，他们这不是熊人吗？要没有庄政委带俺们，早就被石黑给弄死了。哼，患难见人心，俺看那些国军也不靠谱。安长官派俺亲自送给贾团长一封信。 你回去就跟你们长官说，俺贾夫人投八路。贾团长，要不您写封信，俺带回去。不必了，跟你们长官说，俺以后再也不用他救了。是。哥，这贾大哥都决定加入八路了，咱大刀队。那还说啥？政委。 俺大刀队也加入八路，你要不要？要，当然要。只要是抗日，俺八路军全要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哥，你真的决定加入八路了？你和宋华不都在场吗？ 俺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当初咱们税警团
就是受国民党正规军的排挤，在上海的时候，咱打得这么惨，几乎都拼光了家底儿。可老蒋呢，不但不领情，还上上下下都换成了他的人。今天这一仗，新五旅只给咱们开了一张空头支票，要是没有八路出手相救，咱们兄弟三人早他娘的报销了。 哥，要是真的加入八路了，以后咱啥都得听人家的。再者说了，干了八路不一定有现在日子好过。啊，庄政委说了，咱们的队伍不解散、不整编，还有俺来带。他们那边只来一个政委，其他人都不来。宋华，你脑子好使，你倒是给句话呀。二师兄。 俺认为师兄今天做的没错。啊，这，你跟咱哥想的一样啊。二师兄，你认为眼下这节骨眼儿，咱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啥？是生存。如果有一天，咱们连生存的机会都失去了，那么咱们还有什么资格谈理想？就凭着咱们几个水警团的残兵败将。 撤到宁锦，想拉梁永生入伙帮着咱们一块去打鬼子，有那么简单吗？所以，俺认为眼下当务之急是先好好的活着。什么对咱们有利，咱们现在就要去做什么。俺认为师哥今天做的对，已经迈出了一小步，那么就索性再迈一大步。 啥意思？师兄，俺刚才把你跟庄政委的对话仔细的琢磨了一下，哪句话？是关于政治方面的。师兄，以前咱们认为，军人就该干军人的事儿，什么党不党的与咱没关系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宋子文是谁？宋子文是老蒋的大舅哥，就凭着这点关系，老蒋都猜忌他，为啥？ 因为他们两个人想的不一样，所以咱们不能让人家八路军觉得咱们有二心。你是说，让俺加入共产党？哥，咱们水警团是属于国民党的，可咱们哥仨哪一个是国民党党员？人家庄政委说的对，不论是国民党。 还是共产党，都必须保证这支队伍是服从中央的。人家共产党就服从中央，所以当家的必须是共产党员。哥，你要是共产党员的话，人家是不是就能把心放在肚子里？ 没说，玉茹。哎呀，狗蛋儿，你咋才回来嘞？俺哥和夫人他们跑哪儿去了？哎呀，狗蛋儿，狗蛋儿啊，咋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其他人呢？就俺一个人回来了，俺这一口气跑了几十里，没有歇脚啊。狗蛋儿，俺家二愣呢，他还在吧？在，婶儿，好着呢，都好着呢。哎呦，这个小兔崽子，看我回来怎么收拾的，害得我一宿没合眼呢。狗蛋儿。 狗蛋儿，东来呢？咋就你一个人？你俩平时不是形影不离的吗？说，东来走道还不如俺婶子走得快呢，没让他跟着，您放心吧。你说的真的啊？真的。那教授他还好着呢？好着呢，好着呢。哎呀，你们就别一个个的问了。狗蛋儿，快说到底咋回事？这一整天的，全寨的人都不放心呢。这一句半句也说不清楚。俺简单的说吧，俺们被鬼子困在龙潭街。 是庄政委带着八路把大伙儿给救了，永生哥让俺提前回来报个信儿，俺连夜还得赶回去，这就得走。啊，不等天亮就走啊？婶儿，不能等天亮，等天亮了，队伍选定了落脚地点，俺就找不见队伍了。狗蛋兄弟，来，你先垫吧着点儿，俺再去给你做点吃的啊。俺吃这个就行，不用了，俺这就走啊。哎，等等。
这是啥？这是俺让婶儿替俺做的两件新衣裳，夫人爱干净，你给她带过去，让她换洗。中中中，好。东兰啊，你娘死得早，你爹啥也不会做呀。哎呀，何保长，你咋又哭上了？我不也没给二愣带东西吗？ 好消息啊！天都亮了。中中中，婶儿，你给俺爹娘也报个平安，俺这就走。啊，那俺走了啊。走了，你慢点啊。小心点。放心吧。贾府人的救国军，改编为八路军冀鲁边抗日独立支队。贾府人任支队长，庄华任政委。 杨颂华和秦海成分别任第一、二大队大队长。梁永生的大刀队改编为边区抗日纵队锄奸大队，梁永生任大队长，锁柱任教导员，二愣任副队长，大虎和东来分别任第一中队和第二中队长。狗根儿，你！ 狗蛋同志，太不像话了！没看见俺们几个大官正在开会呢吗？就是，俺很不喜欢你这个样子。行，哥，这不公平。啥不公？俺因为啥没有官当啊？小子。 お前は皇家陣行け。オケダを連れてこい。少々は我々は押しをする。明日、締め台、バカ者、はい。用中国人的方式。